这是大祭司坛一个小地方的，这个教育中心。这边有汉语教学，这是投资人。这小的阅览室。汉语书，这个墙上的一些翻译不是很准。这个地方的教育是完全免费的，全部是由一个私有基金来支持的。这些模型都是这个教育中心的孩子们自己做的。教育中心边上有一个小礼堂，那边是个小的天文馆。